节目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Hello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，明天去啦。Hello， 什么味道啊？臭味道，大便，很好吃。What？好，上一次呢，我们有找到了这个 Eureka 的这个爆米花，对吗？嗯。我们吃了差不多三四种，对吧？我忘记了，应该是三四种。五种。五种，哎，没有那么多了。三四种啊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又在那个 Seven Eleven 呢找到了另外几种口味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试吃的另外的几种口味。OK。Here we go。开始。哔哔哔。剪刀，那、啊、有剪刀了没？嗯，不是，哦，剪刀了。现在我们开箱这个 ，OK， 还没有打开。小心你的手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是什么口味 ？Nobody does， 不过来啊 ，Kimchi 口味。Oh my god！这是 kimchi 口味， kimchi 是什么你懂吗？不知道。kimchi 是泡菜耶，我是要知道它泡菜到底是要怎样弄，你到底是要再剪吗？我剪到那么辛苦，剪到那么烂，耶、yeah ！来，试一口尝尝，什么味道？好吃吗？很辣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啊！来，我来试看，对、yeah ，它是这样的，哎呦。它有这么泡菜的酸味，好酸啊！现在很辣，现在很辣啊！这好吃吗？酸酸的啊，不是很好、哦，不是很适合。它挤的时候是不是很恐怖哎？你看，OK， 我们来试看下一个。爆米花，什么味道？对，爆米花。哇，那种是 creamy and creamy sour cream and onion 啊，这个是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有那个咸咸的，很好吃。哦，这个好多了。哦，这个好多了。你等下这是什么？这是防腐剂。哦，这真的好多了，咸咸的 cream， 然后加一加那个 onion。可是我发现今天我们开箱吃的都是咸的口味，那很爽。That thing is good.好，我们来开第三包。第三包来。第三包是什么？一个。哎，这么紧张。哇，我嗅到那个披萨的味道了。来。能嗅到吗？有披萨的味道。嗯。来，我吃一口。很好吃，是吗？哦，多蛮多的味道，所以今天吃的是比较偏咸的。爹爹，这样子吃，全部口味一起吃。哦，够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嗯嗯嗯嗯嗯嗯嗯。我听到了。呵呵。嗯，爆米花。哪一个不好吃？这个。比较符合你的胃口，对吗？然后今天你要选出一个你觉得蛮好吃的 Eureka 爆米花，这个 Creamy Sour Cream and Onion。 OK， 我给你选一个，你要喜欢哪个？哇，我喜欢，我也是会选那个 Creamy Sour Cream and Onion，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 soft 一点，比较没有那么的刺激一点，因为那个 kimchi 也太酸了。我本来看了，吃姜，我吃了，哇，超不好的，我不喜欢。好啊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然后下个星期我们再拍 video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
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跟大家拜拜。Watch more videos and watch that videos and more.